在我们唱歌时，因为歌词变化很多，所以往往很难保证我们咬字位置的统一，还有声音呢在通道里运行，所以我们还要通过一些简单的练习来强化我们这个正确的歌唱状态。今天我带大家练习一下代入式的元音发声，我们就可以通过保持我们这个三个点同时参与发声，然后带入我们的元音。大家跟我一起来，但是这个声音不要往前推啊，应该是通过气泡音站在那里，同时大家不要声音过大啊，体会动作正确就可以。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用说悄悄话的感觉。不管我们怎样去练，用上三二一发声公式，你的声音就能够达到我们歌唱的需要。大家多多体会，